大家好，欢迎又翻到嚟讲慢咬借帮啊！咁头先我哋就好似讲成节都未讲，讲咗一本书啫咁样。咁翻到嚟咧，一开始都系唔谂住讲书嘅。你哋系咪想讲个 trailer？ 头先咪话系咯，预告咗系要讲野狼与玛丽的 trailer 啦。咁基本上。佢睇先啦，佢我唔記得佢好似上個禮拜出嚟嘅，咁然之後今個禮拜開始就好似一仔揾咗阿和揾咗即係一周刊揾咗阿和仔做做咗一個電話訪問，但就嘈咯，喺一個嘈到撲街嘅環境之下咧，就唔係好聽到和仔講乜嘢嘅情況之下去即係做訪問嘅，即係唔知阿和仔係食緊飯啦定係點樣啦，即係好明顯就唔喺公司啦。然之後就主要咧個 trailer 咧咁個重點都落咗喺阿連詩亞身上嘅。大家有冇留意到連詩亞喺呢個 trailer 邊嗰下嘢係嘛？你講嗰幕係嘛？係係咯，即係佢有三個鏡頭啫嘛，第一個就食緊唔知乜嘢，第二個就嗌啫嘛，食緊。咁啊兩個嘅鏡頭點？第三個係咩？第三個咪係你腦補出嚟嗰個都係啊，係嘛？咁食緊。燒餅嚟嘅應該係，係咩？唔係雪糕咩？係咩？我唔睇唔到乜嘢，我唔知啊。我係第係兩嘢。我唔知啊。我唔係佢話係台灣名產嚟嘅嗰個，我唔知係咪甜啊，即係我唔知係甜定鹹噶啦。未試過，唔知係甜定鹹。梗係啦，你有冇試過啊？你冇啊冇啊。阿添去台灣有冇試過嗰只大雕燒啊？冇。系啦，咁我睇下，我睇下有冇人可以话俾我知，Facebook 啊，窗口话俾我知，究竟系咸个味道系如何咧？咁样系啦，里边系咩馅料咧？咁样，定还是可能要问翻连诗雅先知道？咁即系个 trailer 嘅重点就落咗落去，因为大家冇谂过会见到呢一幕噶嘛，即系唔莫讲话连唔连诗雅，即系你见到个幕系你乍眼睇，你系以为唔知啲咩嚟噶嘛？嗰、那個即係佢一咬落定係含落去嗰下啦，即係懟咗落去嗰下啦，懟咗落去骨頭。哦，咁樣同埋有一好似係叫床咁樣，然之後一周刊基本上都就呢樣嘢問咗啊，即係問咗和仔少少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咁你因為我唔係好聽到和仔答乜嘢，即係佢嗰個電話訪問係實在太嘈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可能上翻嗰個網站揾翻和仔，即係點樣回應呢啲嘢咁樣，可以話翻俾我聽。但係我個問題喎，有咩問題？阿連詩亞食嗰嚿嘢，點解要問阿和仔係咩嚟嘅？除非和仔嗰陣喺現場嘅啫。嚇，佢導演嚟㗎嘛？導演係佢決定㗎嘛？導演喺現場有咩出奇啊？劇照嚟㗎。哦 ，OK， 佢唔係私生活嘅片段嚟㗎呢段嚇。係咯。有咩問題啊 ？OK， 我唔記得咗佢係導演啊，因為真係離曬譜，係啊，咁樣基本上都落咗喺呢啲個位置啊，咁樣仲有冇其他？你哋睇緊太陽師有冇其他重點發現到咧？有啲失望咯，如果佢仲係用國語，嚇，我覺得真係有啲跌咗啦。如果香港播，即係本身因為佢啲對白都即係比較廣東話化噶嘛。即係我覺得，如果用翻廣東話會傳神好多成段嘢。而家好似有啲唔知點嘅感覺咁樣，即係又係啲聲音唔啱數，同你睇書嗰時啲聲唔啱。睇書嗰時就冇聲咯，喺本書係。即係你幻想唔到出嚟，夾唔到你嘅，夾唔到我嘅 channel 咯。幻想我其實反而有啲我應該是排了檔期上，但是呢我在電影網站上我就見不到有那些檔期表，見到我有些擔心，好像有小道應該不是很多戲院，不會大院，即是不會很多戲院，不會很多院線上，他不是復仇者聯盟來的嘛，因為始終是六月尾，是不是六月尾？是六月尾，基本上暑假檔期你不夠大片爭的，即元朗嘉湖雲座那 些可能是長洲戲院歐洲的戲院，就是那些咁如果用國語講咧，咁嗰幾句經典對白，有關於史丹個經典對白咪冇咯？你可以例如咧，你用國語讀一次出嚟，可能唔會冇嘅。用國語讀一次，我試試用國語講出嚟先，大家唔好笑我喎。連連死人都可以給人屌，
单我两扎波也不可以，太不公平啦！感觉上好似唔到位咁啊，好似你啲感情去咗边？冇感情都冇啊，即系冇一种怨恨同埋真系恨喺度。我唔即系讲国语真系闹唔到街，撑即系撑。咁不如你用广东话讲一次啊？点解唔得啫？睇唔系咁识睇咯？唔识睇唔识嘅中文啊？你唔好玩我啊，大佬！嚟讲一次，快啲广东话。连丝眼都可以，系咪？连丝眼都可以俾人屌，系我连插波都唔可以，太不公平啦！你会有感情咯、啊？太过分啦，真系！嗰啲霸气去晒边啊？你平时嗰啲，你唔好以笑遮丑啦，唔该。咁嗱我另外其实当然除咗连丝眼之外啦，都注意到一样，其实佢啲音乐。我不知道他戏即是那套戏里面会不会都是即用回这类型的音乐。我觉得跟我看漫画师有些即是多了一重即恐怖的嘅接鬼片，接鬼片，我哋睇吹打都大家都觉得只好接鬼片。呢个隧道嗰度突然间啲灯熄晒，咁剩翻个差佬咁。唔系你开头都似啊，啱啱可以杀咗人，跟住无端弹翻起身嗰嘢都。嗱啲笔喺喉咙嗰褪翻出嚟。跟住自喷翻出嚟喷血，就好似丧尸片咁，突然间啲音乐系惊惊地嘅佢个哇。系咁，我觉得呢下做得几好，同即系因为你睇漫画嗰时，某程度上受个封面又或者受佢啲颜色气氛影响咗咧，你。感觉上和仔原著是没有那么恐怖，即是没有那种杀人的恐怖，你不会觉得，因为你不会，你看野狼与玛丽的时候你觉得杀人、哦、没什么大不了，你就杀了那个人。但你看这个trailer 的时候你觉得喂真的有惊惊地。看书那幕其实是搞笑的嘛，是啊，但现在是变恐怖的嘛。是啊，是啊，就算他喷飘晒血那一下你都不会觉得很惊这样。我觉得多了一些即是气氛在里面。即係單從 trailer 嚟睇嘅個，如果認真講咧，因為我其實之前都我哋之後都好認真嘅，因為呢本書咧嗰、那個詩雅嗰女角咧係其實個氣氛唔算好多嘅，書嘅唔係好多。但係你電影點樣將佢個氣氛拉翻闊，即係如果明顯個氣氛拉闊咗啦，咁、那個氣氛拉闊咗，其實講個故事係講咩咧？咁又會加長咗一段同嗰個原著嗰啲中心思想嗰邊咯。嗯哦即係有個世界喺側邊，不停喺度食甜品。唔係有聽眾就 Google 咗，我哋嗰只嗰個佢食咗嚿嘢咧，就鹹甜兩隻味都有嘅。或者兩隻品都有㗎。係啊。咁另外順便回應聽眾嘅其他問題啦。咁啊，頭先有關萬道本新書嗰度咧，係咪用翻呢個 app 啲稿係咪舊稿咧？根據消息所指咧，咁係有新稿嘅。咁但係亦都會有舊稿嘅，咁另外就呢、這個消息咧係隨時會被推翻嘅，亦都係萬道嘅作風嚟。我之前攝咗一個萬道 app 咧，我講翻萬道 app 先，我投訴一下，我禮拜頭咧萬道 app 咧不停咁彈 app 喎，即係彈叫我 update。我想唔想 send 呢段俾佢哋話你投訴？好啊好啊，投訴啊，咁我正式投訴啦。咁咧我今個禮拜頭咧就。那個 app 成日都彈喎，不停咁彈出嚟叫我 update 喎，咁 update 完之後又唔得喎，咁我幾驚未 test 咗，咁我又 delete 咗佢啦，咁跟住咧，後屘再 download 翻，咁就冇問題啦。呢、這個就係所謂 update 嘅方法。呢個當我零一。唔係你係而家係教你應該點樣正確 update 萬道 app， 就先 delete 咗 app 咁樣。咁另外萬道 app 我有留，我覺得有開幾個嘅，我睇咗個神選之人，我覺得幾搞笑，幾得意。咁好似話新出嗰本漫道 Dash 嘛，都有連載。咁呢個我再推介，今日遲啲先再講。咁另外咧，App 同埋本身書有咩分別呢？咁就係佢個分隔咧係會重新整過嘅，咁就會正常嘅書嘅分隔，因為而家 App 啲分隔就直條咁落嘅，咁佢會正常翻咯，係啦。App 就講到呢度啊，漫道 App。係漫道本身書講到呢度。火舞好笑嘅真系，即系头先我揭完《火舞耀阳》嘅第811期《江湖之神真秋》嗰，我发现瑞新已经可以将嗰本书扭到鬼斧神工啊！点解我咁讲？因为我睇个封面，大家都知道瑞新好中意登箱噶啦，即系登箱完跟住再 key 翻嗰个角色啲样上噶嘛。本身冇问题嘅，最衰我认得嗰啲人。但系唔该大家睇下呢个封面，呢、這个《江湖之神真秋》哥呢个封面，我除咗个秋哥之外咧。我認不到其他人咩人，我只是認到那班是鬼仔，而我的認知入面
而家古仔出現嘅係冇鬼佬，但係佢總之唔知動咗一班成班唔知咩鬼佬喺度咯。我記得尼泊爾啊，係咯。跟住直頭嗱，如果我當呢個係阿秋哥個仔咧，秋哥老婆一定俾佢大撚咗綠帽，因為佢依個大點仔都係鬼，都係應該係外國血統嚟嘅。佢扭咗 DNA 啊嘛。系啊，跟住又好笑啦。跟住我揭到入去就，即系个古仔唔长讲，总之约得三段故事嘅。第一段就系讲翻啊叶一飘，就谂翻佢细个同阿叶知秋嘅一段往事啦。咁嗰段嘢好好笑嘅，就讲阿秋哥都老咗啲啦，有啲白头发啦。但系咧，我见到 zoom 埋去大格咧，阿秋哥个样系拍到嗰啲保抗力嗰种年纪嗰种后生嚟嘅喎。有几老啊？嗱，跟住就好笑啦，因为嗰段咧讲阿秋哥系企在水中央咁样去感受呢个自然啊嘛。首先阿秋哥咧佢就好得意嘅，佢唔湿水嘅上半身咧就剥晒啲衫，但下半身着条长裤。你最少换条泳裤啊，秋哥咧，你着条长裤落水做乜卵嘢咧？系啊。好啦，跟住阿秋哥咧有一幕咧有好多鱼围住佢，嗰啲鱼咧。我睇嗰種 size 同埋嗰個外形都應該係侏羅紀度嚟嘅，即係唔緊要，可能即係你即係買好多龍等嗰啲都咁大，即係中國地大物博有啲咁嘅魚唔緊要，但係咧佢有一格 zoom 落阿秋哥嘅手度咧，嗰啲魚又突然間變到好細條咯，又大又細噶嘛，但係真係太撚好笑啦呢種表達手法，但係咧鯊魚都有啦，驚咩啊？有淡水鯊魚嘅咩？冇睇嗰套戲啊！你真係～嗱，跟住之後咧，因為講阿暴力王佢咧，就將阿秋哥未死呢件事講翻俾阿吸水王聽啊，咁吸水王就嚇到撲街啦。咁呢個唔重要，重要嘅咧就阿暴力王身上嗰條繃帶。因為我睇好耐，因為初頭大家留意下喺第繃帶嚟，我唔好肯定。因為我都唔肯定，因為第十六格第一格，唔係第十六頁嘅第一格咧，阿暴力王身上面嗰個咧。是不是那些羊毛羽绒来的定是什么来的那种像羊毛是吗它像那些麻包袋撕开了然后粒着身。粒住个身那跟住那本身已经很奇怪但是都讲得通的可能它不喜欢用绷带是不是但去到下一页第十七页呢又突然间变回绷带了。那这都不要紧我再揭到下一页第十九页呢本身因为暴力王包扎的方法呢是都打出一条事业线出来的。但是呢到第十八页呢佢嗰條繃帶突然間就向上扯咗啊，連條攝線都遮埋啊！即係其實呢件會唔會一件羊毛冷衫嚟嘅咧？天氣凍悠悠高遮住個鏈都好正常嘅。唔係，佢之前都遮住個鏈噶啦，但係打出條攝線啫。咁怕凍嘅咩粒鏈？我冇諗過你咁冇經驗喎、啊。好啦，跟住咧，即系仲有个小故事就讲阿火舞就上去大陆，即系喺机场度揾阿真秋哥啦。咁呢个都冇乜嘢特别好笑，但系即系我好欣赏，即系佢讲苏文峰噶，讲啊就系之后嗰度啊，苏师傅啊嘛，萧师傅度就咩事咧？就话暴力王就请咗个杀手 agent 上嚟，就话佢好礼贤下士，又点样又请佢饮红酒又成咁样。跟住咧，主要系攞个醒，即系阿瑞生攞个醒酒器出嚟影张相咁样。跟住咧，嗰、那個即係所謂殺手 agent 咧，係蘇文峰個樣嚟。我想問，係蘇文峰自己要求 key 上去啊，定係佢自己攞上嚟幅相嚟用咧？最好會乜嘢啊？你唔好講啦，呢個你唔好講嘢講一半得唔得啊？可能有一半古惑仔級會火舞耀陽俱樂部啊！做一回，我哋冷静啲，我哋一直都知道咧，火舞耀陽咧系会将嗰啲嘢读者嗰啲样咧就 key 上去嘅。咁究竟系阿苏文峰真系读者啊，定还是人哋攞咗苏文峰个样嚟做读者咧？苏文峰摆明就系明星啊，佢系 key 明星先个 key 读者嘅头上去噶嘛。以前火舞都系刘德华个样嚟噶啦。系啊，郭富城嗰集全部都系 key 明星噶啦。唔系咯，富城就系直头就系 key 郭富城咁，耀阳好似 key 个金key 金城武都系噶，系咪？啊，之前唔喺度，总之佢全部都系明星头啦。系啊，但系今期又真系海量咁多，因为好似连续四五页咧，基本上阿暴力王都系同阿苏文峰喺度倾紧，阿苏师傅 sorry， 苏师傅喺度倾紧。
去佢而家佢怼冧啊火舞嘅。喂，你近排嗰只火唔见佢铺，即系 key 明星头噶喎，好似而家突然间就出翻嚟。你明明最好笑系咩？最好笑我见到苏文峰，我因为以为佢算命啊，你忘记咗人。我睇落杀手代，唔系，因为最好笑就系嗰条友个名真系叫苏师傅，跟住我又未睇得似啲细字，我心谂暴力王松咁捻迷信咩？但系都唔系信苏师傅咧，佢唔捻准噶。我唔敢答但我睇咗啲原来系一个角色嚟嘅。咁苏师傅可以系一个风水师，同样都可以系一个 agent 嚟噶嘛？我明白，但系如果佢风水师傅只系表面上嘅演戏啊，咁跟住咧。嗱，佢嗰段對話好笑，因為嗱，佢又講到呢個殺手代理人咧，呢個殺手 agent 就好專業嘅。咁咧，佢介紹啲 package 嘅時候，我一邊睇一邊喺度笑啦。佢話由一般嘅少林寺出身到受過軍訓嘅同事，甚至乎最專業嘅殺手都有。嗱，首先乜撚嘢叫一般嘅少林寺出身咧？有啲唔撚一般嘅少林寺咁樣想講，非一般嘅。嗱，唔係我都明嘅，佢意思即係最普通係啲少林寺出嚟嘅，跟住到受過軍訓嘅同事。跟住即係啲專業殺手咧，但係佢都有一個問題啊，就係呢班人都係有資料，佢最勁嗰啲係勁到冇資料噶嘛，佢其實都唔係好勁啫。咁最後暴力王買嗰 package 再懷疑就係冇資料咯，佢冇講即係100万嘛，100万嗰、那個黑鑽計劃啊嘛，係咯，咁咪冇資料咯，佢淨係話淨係得個名咯。而佢嗱呢個 package 不過好好笑嘅就係初初咧，暴力王咧話。喂，我叫你翻大陸冧條友啫，使唔使50万啊？咁乸貴啊？咁樣，然之後蘇師傅就噏咗一輪睇下點講嗰啲嘢啦。然之後最後話啦，嗱，我最後咧就介紹個 package 俾你，就100万。暴力王欣然咁接受咗，係咪包圍拍片啊？買空拍人加到50万啦！你個配樂係點啊？你又睇下先聽到聲啊？唔係嗱，跟住其實都佢個 package 有啲古怪，因為佢話。一接到 order 咧，个服务就唔会终止啦，直到完成任务。咁我觉得作为一个客人，我唔可以 cut， 我唔可以 cut loss 咁样，咁算啦，可能系佢规矩咁样啦。有线咁样，你要拿把刀去杀咗个杀手，你可以 cut 到那个服务啦。咁跟住佢讲到佢服务好嘅，即系话仲有啲咩执尸服务啊，再难搞嘅手尾啊，我都会帮客人清理干净，佢系做清洁嘅应该。咁咧。好古怪嘅，最后就话呢、這个旁白话做杀手 agent 做到好似呢个银行理财咁样咁殷勤咁服务啊，证明苏师傅系杀手行内首屈一指嘅专业人士。但系我睇翻前嗰几页，阿暴力王话佢即系又红酒又开瓶器，唔系嘅醒酒器又成咁样，系礼贤下士。但系你去银行度做 service， 你系唔会请佢饮红酒噶嘛？因为你系俾钱佢使，你系买个 service 翻嚟啊嘛，系应该嗰条捻样请你饮红酒啊嘛。系咪先？系咪先？咁又唔系一定嘅。咁又唔一定系捻样嘅。但可能你揾一个银行嘅即系投资顾问帮你去再投资，你都会请佢倾嘢。有时你可能请杯红酒饮，但系又唔系啲好出奇嘅。但系呢种唔系叫礼贤下士咯。你去落间银行度，我想揾个嗰啲投资经理倾偈，唔系叫礼贤下士。咁你唔系叫落银行咯？你系通常约佢出嚟佢私下见面咯。咁都唔系礼贤下士咯，系我俾生意佢做咯，呢种叫系咪？系我系咁理解噶嘛？我冇错啊嘛。不如咁啦，你下次试下揸点红酒去银行，叫佢，我想买个 package 咧，佢点对你咯？嗱，跟住咧拎埋个醒酒器落去，跟住咧最后嗰页咧就讲阿暴力王都饮佢之前杜阿叶一飘嗰啲十全大补汤，即系想谷定自己去做咩江湖战神。哇，嗰支嘢真系劲喎！嗰支嘢。一拎出嚟咧，毒药咁捻样，佢嗰时点样呃哥叶一飘饮啊？饮哥都弱智噶啦，喂，真系毒捻到系一睇就知系话西毒欧阳锋练出嚟嘅。你屌你，你都攞唔到精髓出嚟，因为佢之前同阿苏师傅喺度倾偈嗰时咧，其实成个气氛咧就非常之荒谬，即系你讲杀人啦，但系苏师傅系佢专 cap， 可能佢唔知系咪搵唔到阿苏文峰唔笑呢样啦，佢系笑骑骑嘅。即系咁做生意笑琪琪有咩问题先？讲紧杀人嚟噶，即系讲嗰个气氛系好加埋后面啲灯光咧嗰啲，即系喺 disco 入边，唔系 sorry 系夜总会入边嘅，即系卡拉 OK 咁类似嗰种好五光十色啊，霓虹灯嗰种气氛啦、啊。然之后咧，佢一拎个啱十全大补汤出嚟咧，就变咗好似系困住阿秋哥啊，困住阿贾秋哥嗰条柱嗰个位，然之后就喷晒嗰啲。
即係黑煙啊，我唔知係咪黑煙嚟嘅，其實個十全大補湯就係有啲黑煙走出嚟嘅咯。我屌你，佢嗰時即係屌你黑煙一飄飲樽咁嘅嘢，但係唔係個問題，如果我喺嗰間卡拉 OK 嗰度做咧，我即刻入嚟噴下咩？做乜事嚟噶？火燭啊！火燭啊！呢度每個煙霧感應器會著嘅，都唔出奇啊！都唔出奇啊！即係佢一扭開嗰、那個即係、個保温瓶嗰個蓋咧，成個畫面黑曬。由红色变咗黑色喎，呢支嘢一定系泰国养鬼仔啲乜嘢咧？你骨喺豉油嚟噶，你骨喺里边啊？系咪豉油嚟噶？豉油沟石油，我唔明呢樽咁嘅嘢，真系哇！我觉得真系呢樽十全大补汤真系捻流，真系捻流，即系嗰种。你系个画面表达一流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睇龙虎门，我哋成日话系要针，即系点啊？雕琢佢啲文字，我哋睇火舞咧，系雕琢佢啲画面，渲染佢嘅画面，睇佢点样喺嗰种矛盾得嚟又搞笑嘅情绪度，点样转换。咁个人中意睇火舞啦，真系好好笑啊！你觉咁嗰个画面气氛嘅钟摆咧，系好犀利，即系包括埋阿吸彩虹跌低嗰下。其实我哋头先咪讲拍电影，我觉得火舞拍电影要揾史蒂芬史匹布，唔系做唔到呢种画。你揾 Michael Bay 佢都转唔到啲，搵咁劲嘅 CG 都转唔到呢种画面嘅形象。我觉得勉强得嘅，但系最适合嗰个应该系Matrix 嗰两子弟，系啊，又或者系阿 Peter Parker， 即系阿魔戒三部曲嗰个导演。哦，我以为你讲蜘蛛侠添。啊，唔系 ，Peter Jackson。Peter Jackson， 蜘蛛俠，所以蜘蛛俠佢都有啲黑色嘅冚上身，但係嗰只係第二啲嘢嚟嘅，即係哇呢、這個十全大補湯就係 Phantom， 你想同我講佢就係 Phantom， 唔怪得知咁撚勁啦，我飲咗呢個變阿凡達嘅喎，手腳變長，唔係但係變藍色嘅喎，但係暴力王本身已經係再生合嚟嘅咯喎，咁咪勁咯 ，Phantom 冇可能一定要佢哋紅袍已經喺度飄下飄下，跟住你唔知佢可能係蜘蛛絲嚟嘅嗰啲鐵鏈啊，解釋曬解釋曬點解佢嗰啲繃帶會又變做麻布又變做繃帶又可以拉上拉下，因为已经被 Phantom 上身啊嘛，Phantom 扁嘅个绷带，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哇！香港 superhero 诞生咗，嚟紧就系拍呢个暴力。Avengers 有几劲啫？暴力侠，我哋有呢个火舞英文点佢点讲啊 ？Fire Revolution 啊 ！Fire Revolution， 劲捻个 Avengers。劲捻个 Avengers， 哦咁啊，即系拍电影。你知唔知阿飞？我终于知道 Avengers 2 w o 嘅导演点解唔捻拍 Avengers 3， 佢就系同阿瑞星倾紧呢个 Fire Avengers Fire Revolution Man 咁样。Fire Revolution Man， 佢睇一次，哇！屌你美漫都冇咁，冇跑跑追唔上啫，真系劲啊！劲啊！我真系只能够。系迎接呢个新嘅呢个咩五大天王啊？系香港嘅 Avengers。香港嘅香港嘅復仇者，勁啊！五大天王，五天王聯盟可能就係咁樣啦。係啦，勁啊！五天王聯盟之呢個咩啊？火舞紀元，Age of Fire 啊 ！Age of 火舞英文名有冇英文名啊？我唔知。Andy Lau， Age of Andy Lau， 火舞一本書講曬啦，一期書大家可以夠揾下其他書講。但好像是不是還有一些時間，還有少少時間，是不是可以補本短短地邊本好啊？睇是不是有兩本鐵匠咯，鐵匠中環咯，鐵匠有咩講啊？啱啱就是167期《宿命循環》，咁啊講到係喺接天高，仲有個一個異觀啊嘛，咁啊即係講完火舞講鐵匠咧，鐵匠嗰啲好渣，唔係就係翻唔到嚟嘅啫，好渣，係嗰個心情真係中，好似你咁講中擺真係擺唔翻嚟。咁明明火舞日日都喺度出第八式，咁我講即係好親密噶嘛，你啲雷祖火祖雷祖同埋太祖，太祖分好親密噶嘛。咁咧雷火火就將阿雷祖放入去二官嗰度啦，咁就過咗兩成功力就俾阿廢帝柴榮。咁跟住就轉頭要翻去保護女官啦。咁但係大家睇上嚟都知啦。咁阿同慧就俾人篤咗一劍啦。我睇你覺得係真係篤咗啊？係啊，但係咧唔知你劍定刀喎。有啲人就睇到係劍，咁但係咧寫刀。嗯，我唔知啦。咁衝緊翻去啦。咁嗱，呢度我諗起一幕喎，因為之前呢有一幕咧，咁
雷祖咪保護唔到阿柴榮，跟住衝過去同阿火火跪低嘅，我對你唔住嘅。咁我而家等緊啦，而家等緊啦，阿火火追翻阿雷祖喺佢面前。辦事不力啦又。係我辦事不力，我對你唔住啊！咁跟住就另一邊就翻翻去天之崖啦。咁天之崖咧，阿赤武咧，阿赤咧就練功嘅時候，突然間心理不靈，就好似以前佢老豆咁啦。咁立即衝翻去烈火門，咁睇翻究竟佢老婆同個仔有咩事啦。咁呢度就應咗嗰個標題，就宿命循環啦。咁跟住咧，喺烈火門嘅時候咧，李建成咧就係、是、好似咁講啦，劍傷啦，或者係刀傷啦，你睇睇你信字定信徒啦。咁咧打算用神速走嘅神速走嘅時候咧，就阿文成公主咧就抱咗嗰個 BB 嘛，嗰、那個雷 B 嘛，雷 B 嘅時候咧，咁啊睇題阿文成阿李建成，千祈唔好用神速，因為 BB 喺度 ，BB 唔可以玩呢啲嘢嘅。忽然間咧就有一把好熟悉嘅聲音同阿李建成講，的確係唔可以咁樣做。咁同一時間就封刀嚟到咩？你遊樂場嗰啲廣播嗰啲咁啊？係啊，的確係唔可以。即係三 B， 請將 B B 放低。B B 係唔可以玩神速。點啊？將 B B 玩神速。咁啊，原來嚟到咧就係講埋國語嘅而家。前不要，前不要，白英語，白英語放在神速上面。就英文。Please mind 嘅。Please mind 嘅。Please mind the speed. Go speed. Go speed. Go speed. With your child. Thank you. 咁听咗个广播之后就停咗，唔玩神速啦。咁跟住呢个喺刀神啊翻嚟嘅灭绝王咧，同埋佢阿灭绝王嘅新欢阿那日咧，就捉住嘅手冲埋嚟啦。咁见嘅时候咧，又好奇怪喎、啊。阿那日咧就冲经过李建成，经过文成公主就去睇阿同佢，但系冇一个手喎，唔知点解喎。咁阿嗱旁白咧就话阿文成公主咧随时都可以叫阿李建成嚟喐。喐鳩啊！那日咁，但係那日嗰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唔會主動生事啊嘛。但係其實阿文成公主都係佢個殺叔仇人嚟喎，我又唔明點解唔開波啦。唔係因為佢已經喺嗰滴眼淚度唔記得咗佢老公啦嘛。啊、即係已經冇曬仇恨啦，冇仇恨啦。跟住那日又有新歡啊，滅絕王喺度啦。咁啊，全部大家都真相愛。所以其實《鐵掌中華》講愛嘅呢本書，主題就係愛。咁跟住咧，阿那日就去到同佢身邊咧，就發覺咧，原來佢俾人篤咗刀之餘咧，就未死得，因為咧就有一個內力咧保護住佢嘅心臟，咁就估可能就係阿李建成左手腳，係左手腳就用嚟揾翻二冠嘅，跟翻呢條線去揾二冠啦。又可能係啲咩爭幾日限期咁，你要揾翻我啦，類似啲咁嘅啦。係啦，係啦，啦。咁我心諗啊，你作為二冠，你又突然間緊張，頭之前你又話懶係勁咁樣爆咗嗰個嘅奇力戰甲，而家又咁撚驚，我真係唔知點算喎。咁跟住咧，滅絕王練咗功，咁啊，梗係要威威啦。咁就用緊四輪驅動，就用呢個雙刀割巢，對住李建成嘅至尊刀滿門抄斬。咁咧下期咧就應該就係阿滅絕王威威啦。咁可能出到五輪真功啦。咁跟住咧翻翻去到亡情洞，咁啊路人甲咧就鐵路人咧就變咗鐵路牌，咁啊圍住喺個樹入邊啦，咁就留翻四個護衛喺度等住。咁突然間咧 short 咗嘅趙匡人就出現啦。咁唔知咩事啦，咁可能趙匡義係啦，趙匡義就出現啦，咁可能咧就係、是四位可能要死啦，死完之後鐵路牌就可以出關，咁下期就係叫做大破自創高，唔係大破至尊刀，係咩啊？大破至尊刀，即係阿李啊，即係完成嗰把嘅，咁即係阿滅滅可能阿威威啦，哦咁咪咁點都要俾佢贏啊，因為大佬你啱啱先完成嗰招五個風，咁你梗係要出嚟。揾人試刀啊！不過但係真係好似你之前咁講，李建成死得嘅喎，個個都咁勁。嗱咁我諗其實留咗少少伏線嘅，就係、是、個二冠咧，佢揾到個二冠，其實可能佢又瞓多一鑊，咁可能又強咗咧，可能有機會俾佢。即係出邊啲人睇住佢瞓，打佢，個個係佢老豆咁撚幼稚嘅。唔好猜測啦，但係我想話，其實因為我冇睇啦，但係就咁聽，好似李建成變咗主角咁樣。但系你建成力敌众人啊嘛，系咯，咁咪变咗主角咯。我意思就系咁样，即系而家佢好似系佢要练功去破嗰几只唔知咩风又雷啊又啊铁中环嘅四象战，啊灭绝王嘅五重刀气风力啦、啊、或者跟住仲有啊赤煞王嘅第八式，仲有会复工可能会复工出嚟嘅雷祖，同埋。可能療完傷出嚟會有呢個出天火運元勁嘅太祖，仲有而家可能有呢個奇輪異力嘅柴榮，你嗰種感覺似係佢係
仲有喺未喺古代飞过嚟变咗靓仔嘅李世民。李世民嗰种感觉啊，仲有阿独尊 ，sorry， 我又唔捻记得。啲武功力噶啦，系嘛？俾俾唔系有啊有啊有啊，俾晒边个？但系佢要企喺佢老婆隔篱，又不灵输功俾佢，所以就唔打啦。系即系你嗰种感觉似系有一次当年黑豹列传嘅神武不死不停咁挑战天下英雄。而家李建成就系嗰、那个角色，虽然嗰件事都系嗰个系戇鳩嘅，你当年唔即系其实都系可能系几日前嘅啫，你唔好打爆件甲就唔使交咁卵麻烦噶啦。嗯，唔系咁，我终于明白点解李建成咁紧张嗰个二冠啦，佢谂住入去瞓多，点都瞓多嘢，入唔系瞓多三百年，再嚟过。但系嗰个唔系精神时光屋嚟噶嘛，你入去你瞓都要时间噶嘛。诶、我觉得完全冇张力，一啲都唔紧张。你哋讲饮翻，即系对比火舞嚟噶，饮翻杯十全大补汤咪得咯，赢晒啦即刻系嘛。其实谂住等多三百年之后咧，嗰班扑街死捻晒咧，咁咧可能冇咁多劲人咧。佢、okay. 已经瞓咗三百年噶咯，系瞓。所以搵翻二官翻嚟，咪瞓多三百年咧，死捻咗。关咩事啫？佢就系瞓咗先三百年，呢一扎人先出咗嚟啊嘛！你点知佢三百年之后会更加劲？再出翻劲人噶嘛？再有咪再瞓多三百年咯，即系逃避。啊！你真系咁样一日系冇劲人噶嘛？咁咪啱喎，即係總之瞓到瞓夠佢。你都話啱喎，你真係點會你點會覺得咁搞咗啦？總有一日冇勁人咧。希望在明天咯、啊。等瞓到而家現代，可能冇勁人咧，可能咪 OK 咯，咪即刻。哇！你見到黃師傅你唔驚啊？屌你！你見到林鄭英唔驚啊？唔使武功好打赢你啦，人哋真系啊！你啊，唔系，但系今期有个搞，即系我有个唔合理位嘅，即系讲到话，即系话唔可以用神速带住个 B B 嗰度。其实阿梅朵拉姆未讲，即系如果佢真系发动神速，佢嗰之前讲嘅神速系光速嚟噶嘛？即系如果你系光速嘅速度，梅朵拉未讲完句嘢，你已经翻咗皇宫啦。出边可能听到你句嘢，跟住仲可以停喺度，一摊肉，即系个神速啫。佢而家个神速系越嚟越慢嘅，其实往往系可以听完讲完，你讲完成段嘢，跟住啊系唔用先。喂，我发觉咧，即系讲少废话，喺呢个世界上边，多数讲速度嗰啲人物咧，多数都唔系咁快。例如即系除咗阿李建成嘅神速之外咧，仲有最近俾人屌到扑街，喺唔知边个电视台播紧嘅The Flash 咧都系跑到好卵慢嘅，即系当然更加唔好讲阿 Flash 上边嘅 Quicksilver 都系跑到好卵慢嘅，即系证明神即系速度呢样嘢真系冇乜用嘅，连咗翻嚟。但系 Day of Future Past 嗰个 Quicksilver 好快喎，咁样唔一定嘅啫，我想话俾你听。即系四个练速度嘅人，得一个劲嘅，即系速度呢一行都真系好卵难捞嘅睇嚟。唔係咁，係因為寫嗰個人根本唔明白呢個速度啫，即係佢純粹有個感覺，佢即係嗰度講嘅都唔知究竟咩係速度，咁你寫出嚟咪變咗唔合理咯啲嘢。點啊？繼續啊！佢有冇其他嘢想講？其他嘢想講。喂，我想問咧，鐵將佢有冇話咗幾多期？因為大軍首先仲有三期啊嘛，咁三四期啦，我冇記錯。但係鐵將佢好似完極都完唔到咁樣喎，因為。你計下，而家如果每個角色我最少打兩期嘅，都十期啦，嗰度一扎人，何況又唔一定止噶嘛，因為你仲有啲咩謎要解啊，呢樣嗰樣啊。一第幾期啊？鐵將出咗幾期啊？167啫，你我諗咁佢應該我諗哇真係好難估喎。有聽眾咧就估個即係鐵將嘅結局啊。就話咧，可能咧最尾就講啊，李建成咧就俾佢哋成班打到差唔多四個水嘅時候咧，李世民就走出嚟話：嗯，你哋唔好打死啦，等我大班翻去古代就算數啦，即係咁樣就完咗件事。我覺得幾有可能嘅啦。我睇完之後，咦？呢個想法其實幾有可能嘅喎。你不如話嗰班人分揾咗李建成先，跟住冇人記得路人鐵，跟住佢繼續喺度冰封咗幾百年。我唔知道這個已經預言了會實現的了，但這個推論真的有機會的，即你細文你看到現在這個年輕人從來都沒有想著要參戰，因為他可能是一個伏線，就是突然出了這樣的角色，是啊，因為他想可能帶回他舊的世界，都很 make sense 的，都我覺得是的，是的，是的，很 make sense。 有什麼不 make sense 的，在你的眼中真的是的，是的，是的，好了，其實我們今集差不多都很 make sense 的了，是的，是的，這樣都兜到了，有什麼就下個星期我們繼續再談吧，是的，記住留意稍後的動漫訓問，我們今個星期講的是一套
医疗嘅，但就唔系医人，唔系医人嘅系啦。咁如果你想知系咩，咁就听啦，系咁啦。咁啊，系咁多啦嘛，系咪？系好，拜拜。拜拜。